为上次来我是跟娃娃姐，这觉得比较长辈，这次有妹妹来她比较放松了。你是否还记得大家好，我是公主蛋。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遇到。姚谦，华语歌坛著名的作词人，曾被综艺教母张小燕誉为比女人还了解女人。本期的音乐万万岁就邀请到戴爱玲和赵咏华一起来歌咏姚谦作品的《纤细女人心》。我想大家都很喜欢去 KTV 唱歌，其实你在唱的时候你可能不见得会去知道那个歌词是谁，但是呢你今天听我们聊姚谦，你就知道哇，原来我在 KTV 唱了这么多他的歌。姚谦老师有很多作品呢都成就了很多很棒很棒的女歌手，所以今天找到了两位非常非常棒的女歌手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姚谦的作品，让我们一起欢迎戴爱玲、赵咏华。 Hello， 两位好。老师好，君怡好。爱玲好，欢迎二位。对，我今天真的还可以听到原唱在现场唱这首，我真的非常喜欢。要不要膜拜一下？我也是，要这样说。既然是回家，我就不避讳了。我今天的鼻音可能唱出来，可能跟平常大家想象中的希望之歌不一样，但是我会努力唱。不会，带有一点点性感的味道。谢谢你，用性感的方式、沙哑的方式唱，带来这首希望之歌。我们来欢迎赵咏华的演唱。谢谢。却依然在
哇，希望之歌，谢谢。其实今天永华身体不是很舒服啊，今天有一点点微恙，真的。对，喝气可能有点不足，不会。但是今天就是有点小小虚弱，林黛玉似的，希望之歌也不错。对呀，对呀。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两位都是非常幸运，尤其是戴爱玲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是姚谦老师。对，我觉得我自己当时真的是很幸运的新人。然后我自己，我觉得最先让大家知道我的歌，然后我也一直唱到现在的那首歌，就是姚谦老师写的词。所以我们现在要不要来听这首非常重要的歌？不是要放松吗？这样可以吗？头发都乱掉。这首歌让你很不放松，真的很好听哎。对啊，会紧张吗？我会紧张啊，在老师面前，然后在俊一面前，在我面前为什么要？在老师面前，不要在我面前紧张。因为我的其实进录音室唱的第一首歌就是跟永华姐唱的《I Will Smile》，对，那时候刚出道的时候，非常稚嫩，对，很可爱的小女生，现在也是很可爱，现在是铁慧公主不一样呢，没有，而且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本人我也有参与到，也有，对对，然后老师有教我怎么唱歌，然后担任制作，然后我也很紧张。不过我其实是真的很幸运的歌手，就是从第一张到现在，跟很多很优秀的音乐人，像姚谦老师就是第一个，很好听。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好好的唱这首歌。我们来欢迎戴爱玲，《对的人》。就像封缺了爱的花，谢谢你的关照，我一切都好，一个人不算困扰，爱虽然很
是不是？真是一首好难唱的歌哦。可是这首歌词真的谦哥写的非常好，都写到每个人心里的，你知道想要找到对的人吗？是。他写过的作品其实种类太多了，我们就从他进去点将之后哦，我觉得他进去点将之后，在当时的里面的歌手，像张清芳，对，然后江淑娜，全盛时期也都是他写的，对，所以我们就从那个时候来选几首歌来唱，你可以看出他的作品。张清芳有一首歌是非常有名的《加州阳光》哦，那也是他一个转型的很重要的歌。对，所以我们今天又痒了，每一次哦，这个只要有特别来宾来我们节目，他自己喉咙就会非常痒，真的哦。对，他也是爱唱，也是会唱。对呀，所以我们一起来回味这首非常经典的《加州阳光》，来自于林俊逸。刚刚醒在一个没有你的异乡，谁说怀念使人成长，谁说长大就不怕忧伤，过去是我太傻，爱你爱太狂，失控方向。阳光，怎么办？看你唱歌，我也想笑。对呀、啊，为什么？
想笑，因为刚唱歌的时候有一些 pose 的 feel， 会让我想到节目上我看到一些撅屁股的那个 pose。对对对，我也是。有没有？有看到就会觉得很可爱，印象很深刻。不好意思啊，很好听啊，没关系，没关系，嗯，反正哈，就是有一种很冲突的那种搞笑时尚一哥在唱，好好听。对，这名称好好哦，搞笑时尚一哥。是。你看每一首歌的那个整个风貌都是不一样的。对呀，对呀，一首一首，然后这个歌又有点洋派。对，这个歌很觉得这整张专辑好像也是在美国做的。对，非常的细腻。但是我觉得要提的是，最重要就是他一直在做，一直到现在，他还一直跟不一样的年轻的艺术家一起合作。对，对，为他们的那个演艺生活找那个定位。然后每个人出来都有好像一个很印象深刻的代表作，很厉害，好期待能再见到他哦。我本身已经我说我本人很久没有见到姚谦老师了。哦，吓一跳，吓死我了。所以戴爱玲，你还有哪些作品是姚谦老师的？在今天我们想唱的，嗯，一起来唱一唱。有一首歌我自己蛮喜欢的，也是阿芳姐的歌。然后这首歌叫做《为爱落泪》。怎么样？这表情是什么意思？很气就没有唱到。对啊，我可以喝口水吗？大家要轮流好不好？你刚刚才唱完《家中洋味》，又是要怎样？不能给我唱一下吗？可以可以可以，来者是客。你不知道我是客人吗？是是是是是是是，来，你不只是客人，你还是公主呢。怎么可以怠慢公主？是是公主，那这倒是真的。对，所以呢，这个姚谦真的帮很多歌手写过，所以等一下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一首唱。好，小林姐，等一下每个人。每次到选手那，你自己也觉得他自己也会痒痒。喵喵，有没有？我现在就要开始想我要唱哪一首。OK， 好，那我们先来听戴爱玲的这一首《为爱落泪》。
总是为自己说你值得我等，落泪只是好细腻啊！对啊，我觉得细腻哦，人的就像刚刚永华姐你有提到的，很多人的观察很入微，可是你不见得能够转化成文字。他怎么可以把一些动词下得这么准？对，而且小燕姐也说过，真的姚谦真的比女人还女人。怎么会这样？心那么细。那我们再来选一首姚谦老师的作品。对啊，你刚刚讲到有一个。重点，他唱出每个人的味道。对，有一首歌就叫《味道》，也是他写的。对对对，这首歌好好听，好好听，谢小琪的歌。对啊，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去 KTV 必点的歌。对，我可以唱这首吗？可以吗？可以。好，欢迎欢迎，我们欢迎赵永华唱这首《味道》。好的。
的心情从此拿着这首歌去参加比赛了，没想到，就也不是意外，因为本身实力也是够，就得了冠军。为什么演唱《往日情》，是的，好让人纠结的一首歌，而且第一句就写、哦、我要忘记你，我要把你忘得多干净，
我要慢慢的忘记你，好像朝露蒸发在阳光底、嗯、就是要你不见，对啊，你如果不懂这个水的三态物理的现象，朝露蒸发可是明明是慢、那個、但是朝露蒸发又快，对、嗯、就是这种纠结的心情，好纠结哦。对，比如说李玟、嗯、他就是很奔放、啊、对，他的声线而且洋派也比较洋，对对。但是呢莫文蔚他就是一个很戏剧化，对，他的口吻，他唱歌的口吻，他的故事，他的歌其实真的很不好唱、欸、很不好唱。 对， 對，我们今天来选一个莫文蔚的好了。好，其实我你讲到莫文蔚，我就想到其实他有一首歌，莫文蔚的一首歌很好玩，因为大家都觉得莫文蔚应该是也是算老外的，是、嗯、他是、嗯、对，可是呢他这首歌里面却有国语跟台语交杂。哦，有有有、哦、爱情这首歌。好好，爱情来自赵咏华的演唱。
哦，好好听哦，这首歌《爱情》，很妙的一首歌。哎，其实台语又国语，对，其实他写过了这么多的歌词哦，他也有另外一款哦。是跟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一些比就很内心的啦。我们刚刚听的都是情歌，然后就是有疗伤的也好啦，然后就是把你忘记的也好啦，啊，去加州度假的也好啦，真的都是属于情歌类。但是它是不是也有别类的？有，其实我们今天还要再来探讨一首歌，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他写的歌，哪一首？哪一首？《异界人生》。萨米，你会觉得？这好像就是写写国语歌，可是其实《夜改人心》是姚谦老师写的。怎么样？没想到，没想到，完全没想到。这是一个日本曲，很难呢。对，那个歌词。但是我唯一练不太来的台语歌，因为很密，它的那个咬字，对啊，咬字会比较难。你的母语，那你教我们怎么念？夜改人心啊，夜改人心，夜改人心。对，那那个步步丁丁，很难的那浮浮沉沉是。噗噗叮叮，噗噗叮叮，夜改人心。你跟我讲的都讲不出来，噗噗叮叮，夜改人心。你是外国人，是意大利腔吗？噗噗叮叮，夜改人心。你好烦哦。弯弯弯，多变音节。所以你看，他真的是八面玲珑，什么都什么都写。对啊，对啊。所以我们今天既然是这么难的。这么难的，这个可能就要交给俊逸了。这我们真的不对这个咬字哦，不不丁丁应该应心留给你，不不丁丁应该应心。那就我自己来唱这首，也该应心。耶耶耶。清早已经响起，舞台灯光闪闪烁烁，掌声表示你对阮的热情啊！有人欣赏阮的歌艺，有人好奇阮的感情，舞台啊，只是平凡的人生啊，浮浮沉沉的改人生，冷冷暖暖都变人情。舞台上灿烂笑容，舞台后寂寞心情，乐队声又搁响起，心事暂时放袂记，愿别人来看见，做个人心酸的滋味。早已经响起，舞台灯光闪闪烁烁，掌声表示你对阮的热情啊！有人欣赏阮的歌艺，有人好奇阮的感情，舞台啊，只是平凡的人生。心情，乐队声又搁响起，心事暂时放袂记，愿别人来看见，做个人心酸的滋味。
乐队声又搁响起，心事暂时放袂记，不愿别人来看见，做个人心酸的滋味。有好听哦，果然很难唱，真的。对，而且他写出了很多，我想在座的大家都应该都很有感触。对啊，不过今天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这个我们要恭喜我们的公主张嘉，出了新专辑了，我都快忘了这件事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唱哪一首？哦，介绍给所有的朋友，因为我不离开是我跟阿丽合唱的歌嘛，那我今天就来唱《一无所惧》好了，因为很代表。也是代表我自己的心情啊，要唱歌这件事情，对，就是要勇敢有自信，一无所惧，不能再像以前像小孩子一样，就是怕怕的。你现在很棒的，我们先来带。一无所知，天多高地多厚，谁能够看得透？所有月不出日不落，等所有珍宝我一无所求，爱过的那些人守候已足够，一无所惧，不要再害怕失去，这三句我想把我嚼碎吞没，天空会借我雨后彩虹，就算闭上想把我毁灭全走，还是有活下去的理由。